要说诸世间大火所烧燃，此火无来处，夜星已如是。那个世界上啊，每逢啊500年。就有一个小的灾难，要5000年呢，就有个大的灾难。这个小的灾难，就是刀兵、水火。瘟疫、流行，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上，人类是应该呀，平均的寿命活到60岁，那么等到50岁的时候，又会有水灾。这水呀，把整个世界的人类淹得没有多少了。这种灾难呢，都是人造出来的，人所造成的。等到40几岁，那时候平均人的寿命，现在是60岁呀，到50多岁的时候有水灾，40来岁的时候又该有火灾了。那么这火灾呀发生的时候，就全世界呀都有火来燃烧，这火一燃烧啊，把这个人都烧死很多。就在那个山洞里边，或者呀，在水里边的人，水里边呢，水也没有了。那时候啊，这火烧的把海都给烧干了。空中啊，现出7个太阳来，所以呀、啊，把海里的龙王都给呀、啊、晒死了。那么这种的火灾过去，到30多岁，又有瘟疫灾。这个瘟疫呀、啊，人一闻到这个瘟疫的气呀、啊。就会死，你善就会有病，有病就会死，啊！你说找先生来治一治啊，啊！那时候连先生都死光了，连这个医生啊都死了，啊！医生自己呀、啊，本身也是啊泥菩萨过海，自身难保。用泥造的菩萨，他想从海里头过去，啊，被这水一冲，都化了。所以这叫泥菩萨过海，自身难保。这个医生啊，给人治病啊，连医生都一样死，那个瘟疫就那么厉害。这是啊，什么原因呢？这个水的灾难，就是啊，因为这个科学的进步。现在这个世界战是用什么战呢？就是用水战的，啊。所以我常常给你们讲过，这世界的战争啊，最初就是土战。怎么叫土战呢？
就是啊拳脚来呀、啊、攻击啊，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啊，这是完全呢是由土和土来战。最初啊，古来的人呢，古来的人谁也不和谁战。那么以后啊，这个智慧出又大伟了，有啊虚假的人就想欺骗对方，那么对方受欺骗了就忍不了了，忍不了啊，彼此就斗争起来，就打起来。打起来那时候不会用什么兵刃啊，不会用什么武器啊，刀枪剑戟都没有呢啊，怎么样打呢啊，就是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啊，有的人呢有我咬你一口啊，你撞我一头，就这样子打。那么这叫土战啊，土与土战。那么战的时间久了，这种狡猾的人呢，不老实的人，他就想了，就是一些个所谓现在的科学家，他就研究了。研究什么呢？哎，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，这很笨的。哎，这个是这个山上有那么多的树木，我去把这个树木砍断了一个啊，我预备一个一丈长一丈多长这么一个棍子，这么一条棍子啊，我要打你的时候我用这棍子离一丈多远一捅你啊，你也打不着我啊，我用这个棍子来打你啊，照你头上打一下就把你头给打破了啊，你就啊回这一棍子就把你打倒了。这叫木克土，木啊把土给战胜了。那么一有这个木来克土啊，木把土给战胜了，这个时候啊这人就又想了啊，那科学家又想了，哎，我得用什么方法可以把你这个棍子给你胜了，你棍子没有用了。于是乎他就想，哦，在这个山里边有铁，我如果把这个铁用火烧的做成一个枪或者一把刀啊，你这个棍子一打我，我这一刀就把你棍子给砍断了，或者一枪啊，你那个棍子也没有用了，这叫金科木了。有这个金呢，把这个木又给磕住了啊，金科木这过一个时期。所以啊，上古的时代都讲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，有十八般武器啊，刀枪剑戟啊，弓箭啊斧钺啊，这种种的可以作战的东西 啊这武器。那么这个金科木了，木头没有用了啊，金啊是，然后你有金我也有金了，这金与金又战起来了，那个木与木战完了，这金与金战，你也有刀枪我也有刀枪，互相啊看谁胜利。那么这时候啊又杀的过有这个大有一千多年的时间，这个木战土战呢有五百年。木战有五百年啊，这个就金战呢经过大一千多年。这个科学家又研究了，哎，怎么样能想法子把你这个刀啊枪剑戟这一切的弓箭都没有用了呢，就想，科学家又想啊，哎，这就想出了，想制造枪炮，制造啊这个火枪啊和快枪和大炮。那么这种东西是要用火药，要用炸药来做成的，
对，炸药是什么呢？就是火，就是火，火战，火这克金了，火把金给胜利了，啊，你再拿着这个那么短的枪刀剑戟没有用了，它是离着100步或者200步或者300步，啊，一放那个枪，砰一枪，啊，你这完了，啊，这叫火把金给胜了，火克金。那么这火又与火战啊，你有枪炮我有枪炮，你有飞机我有飞机，在这个时候啊你有大炮我也有大炮，你有火箭我也有火箭，这互相啊用火来作战。火来作战呢，战了一个时期，大约战500年的样子啊，500年的样子呢，这科学家又想了，就想研究什么呢？哎，你这个枪炮能打得这么远，哎，我用这个研究出来原子弹啊，这科学家把一原子弹研究出来，这一个原子弹一放啊，你就要多少人都没有命了，都死了啊，所以这个原子弹呢，这是什么战呢？这叫水战啊，这是那个用一种毒纸啊毒气，这个是啊属于水的，这水战啊，这水战呢现在这个世界将来呀，不久将来呀，就会把这个水把人淹死不知多少，淹死水战完了之后，那地都不生长东西了啊，久而久之就变成火啊，就世界结火然后烧起来，这结火一烧起来，所以啊这是火战啊，这个就是火灾就成立，火灾成立以后就瘟疫，那么以后就啊刀兵又是杀人不知多少，总而言之啊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人呢，都是啊因劫运而生的，都是来呀到这个世界来还债了，来还这个这个苦债，所以啊哎，那么要是明白了呢，就修行啊超出这三界，就不受这个三灾呀、八难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这个说又入诸世界，又好像个这一切的世界都有成住坏空，那么成住坏空这个大火所烧燃，大火也就是劫火，这个劫火呀所烧的时候，它那火都自然呢就烧起来了，你不要啊说有这个什么人去点呢，那整个世界就好像都是电似的，都是这个电呢，哎，就好像这一个房子要走电，这个房子就烧了，那么这个世界要走电了，世界这个电都发动这火了，把世界都烧没有了，此火无来处，那么这个火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要往远了说，是从众生的业报来的，要往近了说，要往现在了说啊，你也不知道它从什么地方来的，你要是懂得业力的，这是从业力来的，你要不懂得这个呢，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啊，无来处，业性已入世啊，我们人所造的业障啊，和这个火结火所烧的也是一样的道理啊，丝毫都不错的，善性、恶性、无记性，这些个业都是和这个是一样的，所以它果报啊，也就完全不同的。